我姨妈期快结束那几天都是用的这个益生菌迷你巾，因为它是不大不小刚刚好的，就不像普通护垫变成一条线不说，走路都不舒服。因为它背后多了两个翅膀嘛，所以不管你怎么动它都是老老实实的。防侧漏的效果还是有专利的，而且呢还特意标注了益生菌是大于一万的，对女生那几天痒痒的有味道的就特别友好，真的是又吸湿又舒服又透气，洗完还不会反渗。还是独立的铝箔包装，不仅干净卫生啊，带出门也更方便了。自从一次性内裤把面料做成一百棉的，我就再也没穿过自己内裤了，因为它不仅面料柔软舒适，而且穿完一扔也不用洗了，特别方便。而且这一包五条还不到十块钱呢，合下来一条才一块多，就算天天穿都不心疼。主要你看它还是经过了无菌生产的，打开不用洗可以直接穿。它还是一个加宽的双层底裆，不卡裆也不夹臀，主要是有了它就不用把时间都浪费在洗内裤上了，而且像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门也更方便了。你打算搬酒店常住吗？带这么多内裤，一天换一条多好啊！而且这八条到手还很便宜，你就穿完扔掉都不带心疼的。而且夏天来了就要穿这种又轻薄又透气的，这感觉简直比裸着还舒服。它是桑蚕丝加聚乳酸纤维的面料，包括底裆呢也是 5A 抑菌除螨的底裆，对女生就特别友好。你再看它，无论是大腿根这一块啊，还是腰头，做的都是特别细腻的软蕾丝啊，又好看又不会扎皮肤呢。后面呢也是一个全包臀的设计，即使我们平时穿那种紧身衣也不会露出很尴尬的印子，而且浅色系的，哪怕穿浅色衣服也不怕透了。出来玩这种大包抽纸装不下哈，小包手帕纸又不够用的时候，我一般都会带这个安贝乐家的湿手帕纸巾，因为像这种纯水的配方，它不仅比纸巾要擦得更干净一些，还是加大加厚的，拿来擦脸擦嘴都没问题。它是不含酒精和荧光剂的，宝宝也能放心用，成分也很干净，就只有弱酸纯净水和水色无纺布。要吃完东西不方便洗手的，你就可以拿它这么擦，就跟水洗一样，特别干净，一点都不会黏腻。而且这小小的一包呢，随便找个角落都能塞得下。我发现住酒店带这种小包的湿巾真的比这种大瓶卸妆水方便太多了，因为这种独立包装的吧，不仅方便卸的还干净，主要是它这个里面的卸妆液还挺丰富的，你看这一张就能卸整个脸了呢。像眼线液啊，还有口红这些比较油脂的东西，你就可以用它先敷一会儿哈，然后再等个几分钟就能卸得很干净，因为它里面是没有添加酒精香精的嘛，所以像迷你机也是可以放心用的，而且还是添加了植物的那个牛油果精粹的哈，所以在养肤的同时还特别的清爽。关键这30瓶到手才9.9块呢，趁便宜可以多囤点，自己在家也能用。真是看不出来一个化妆包能放这么多。对呀，19.9块买的，是不是比你那好几千的化妆包都能装？关键它不仅容量大哈，还是这种浮雕刺绣的老精致了，平时你当个手拿包配衣服也好看。而且它是纱布棉的面料哦，摸着软软乎乎的，内衬呢还是一个加厚的帆布材质，不管放在哪里都是立体有型的。关键它大小也正好，平时你拿它当一个化妆包啊，或者说放在那种大包里面当个内包哈，也特别合适。哎呦，兔兔怎么又没纸了？谁上厕所现在还用干纸巾呢？那能擦干净吗？那也不能手洗吧？你就用这个安贝乐家的湿厕纸呀，因为它是纯水的配方，能帮你擦除99.9%的小菌菌呢。而且像这些不好的东西呢，全部都是零，用起来就会更放心了。关键它打开之后哈，还是属于这种不连抽的设计呢，就能避免造成二次的一个污染。你再看它这个纸张啊，真的是又大又厚又软呢。哇，真的好柔软呐。对呀，含水量这一块也是刚刚好的，尤其是姨妈期或者说有痔期棉，用它都是很合适的呢，还是可降解的，用完直接扔马桶就行啊，连垃圾桶都不需要了。关键安贝乐可是国货之光呢，品质特别好，但是囤的话建议一定要五包一起啊，会更划算一些。能把蚊香液跟小夜灯做成一体的也就只有这个酒酿大品牌了，夏天要是把它放在床头再也不怕蚊子会打扰了。而且小夜灯呢跟驱蚊液都是可以单独开关的，驱蚊还可以进行2小时、4小时、8小时的一个定时，睡前你就给它这样按一下哈，就不用管了。你看这弯弯的月亮真的超有氛围感的，躺在床上都变成一种享受了。关键这一灯加3瓶驱蚊液到手还很便宜，夏天想要睡好觉就全靠它了。你怎么还在用肥皂洗内裤啊？这是我昨天洗袜子的呀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你就用这个糖糖妈咪的内衣洗衣液再洗一次吧，因为它是天然的低敏配方哈，就很温和，对皮肤是没有刺激的，而且除小菌菌达到了99%呢，用起来就格外安心。关键它里面还是添加了蛋白酶可以去渍的，所以不管红的白的都能用它洗干净，洗完又很柔顺，还带一股清新的淡雅香哈，老好闻了。哎，看着还不错哎。对呀，他家可是专业做洗护大品牌的，品质特别好，你就放心用吧。而且我一般都是